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玄逆伪盲视频。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使用剪映的 3D 水晶动画效果来制作出酷炫的音乐卡点视频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先看一下成品效果。这夜晚的酒吧，杯中的酒花，孤独在对我说着不想回家，回忆里的声音让我有些怕，黑名单里那个人已经陌生了。就是这样的效果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制作方法。首先打开剪映 APP， 然后点击加号开始创作，选择几张美女图片，这里大概选择九张，点击右下角的添加，接着先给它添加背景音乐，点击音频，点击音乐，大家可以在这上面点击卡点类型，在这里有非常多的卡点音乐，选择一个喜欢的。因为之前我收藏了一些卡点音乐，所以我就直接点击我的收藏，在这里选择自己喜欢的卡点音乐，点击使用，这样背景音乐就已经添加进来了。点击音频层，点击工具栏中的裁点，打开自动裁点，这里我选择采节拍一，点击播放听一下。这夜晚的酒吧，杯中的酒花，孤独在对我说着不想回家，回忆里的声音让我有些怕，黑名单里那个人已经陌生了。这里我们需要大概16秒的背景音乐，点击对号，在这个位置上点击分割，把后面的音频删除掉。接下来调整每一张图片的时长，使它们对齐每一个节奏点。点亮第一张图片，拖动右侧边框，往左边拖动，对齐第一个节奏点。第二张图片同样的，对齐第二个节奏点。依次类推。调整好之后，点击返回，点击画中画，点亮第一张图片，在工具栏中选择复制，点亮第二张图片，同样的选择复制。把每一张图片都复制一下。复制好之后，我们点亮第一张图片，然后在工具栏中找到切画中画，把后面相同的图片把其中一张切换到层里面，切画中画，接下来点亮第一张画中画图片，然后在工具栏中点击动画，点击组合动画，在这里面找到水晶 3D 动画效果，这里有两种水晶的动画效果，根据个人的喜好去选择，点击对号，把后面所有的画中画图片都这样操作，点亮它，点击组合动画，删
这个效果。全部添加完之后，视频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点击播放，看一下最终的效果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帮忙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收藏加关注，谢谢。拜拜。